米粉，很后悔，我母鸡还没有吃。谢谢我们歌唱班的同学，最团结、最可爱的，对不对？感谢大家。那我想要先颁一个热心服务奖了吧？好，来，我们现在颁这个奖项哈。不是我大家无热心啦，大家怎么样？很热情，又热心。其实啦，吼，真正，你这三四期哦，学习哦，平安岗位哦，对姐妹的付出，真的，他得到这个殊荣哦，是我们的姐妹的大后辈后辈的付出，谢谢。心意重哈，美华姐这次的餐饮非常感谢哈，恭喜恭喜！天哪，让你梦赶紧得赶紧丢了哈。31，你来这套。你害我讲脏话了，你要我跟你讲，男人会骗人，你不要相信男人的话啦。中国人还会有没有听话啦？17号，哪位？非常恭喜恭喜啊！谢谢。高美好，我们再邀请杨仁协杨大哥来。来，老婆婆，下一位幸运就是你自己了。我这样讲好了啦。有没有演了？我不晓得红包有多少了，抽到34号，说那个捐出来以后，我再乘以5倍。8位，那我们要怎么抽？来，上台，上台，
一人抽一个号码，抽到最大的得奖，好吧？好吧，抽到最大的得奖，好吧？今天这个名文就是他是有钱，这打的是公益。我们让他得到这个奖是实至名归，对不对？来，掌声感谢他，谢谢。要请假，你还要再找吗？没关系。哦，吓我一跳。我这1000块分作10等份，怎么样？再抽合适吧。10等份了。再抽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